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分享正念解经的系列课程的慈念解经的原则啊，慈念解经的原则啊。这个慈念解经呢，是八大解经原则的第五个方面啊，第五个方面，慈念解经啊，慈念解经。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已经分析到啊，关于慈念解经的定义啊，慈念解经的定义就是语言。演奏圣经语言，简单来讲就是演奏圣经的语言，圣经的文学啊。因为神是说话的神，神透过圣经的文字啊，圣经的这个语言和文学表达他的心思意念，表达他的计划，表达他的旨意。那么研究圣经，研究他的语言，研究他的修辞啊，研究他的文学，弟兄姐妹，就是研究神他说话的规律，研究神思考的方式，研究什么？研究神他说话的原则啊，好嘞。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要查考圣经的原文。昨天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一个方面上是语法啊，语法还记得吗？语法其实就是什么？弟兄姐妹，语法就是神设立的语言的规则啊，语言的规则。在解经当中，语法就是指的是啊，这个语言里面它的字和词以及它的句子，是不是？研究这些层面啊，字什么意思？词什么意思？这一句什么意思？因为在神他说话的规律当中，特别是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希腊文，那这些语言它的原文它都是有含义的，原文它是有字义的啊。用我们自己人的思想，人的理性，我们中国的教育方法，传统的这些文化是不能正确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必须要回到原文查考它的字什么意思，所以这就需要有查考的工具啊，查考的工具。在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啊有一些啊分享关于到这个词法它的词义，对不对啊？还有它的这个啊，它的这个词义，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什么意思啊，查考它的原文啊，还有它的时态和语态，它的啊现在式未来式，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涉及到它是有时态的啊，是有时态的。所以它的时态就是指的是它是过去式啊，还是现在式啊，还是将来式。如果是过去式的话，就是已经做成了；如果是现在式的话，就现在正在发生；如果是将来式的话，就是还没有发生。这是涉及到啊，涉及到圣经这些字词，有一些重点的字词要研究它的时态的重要性啊，它的时态的重要性。所以关于赦罪啊，你看圣经这些重要的真理，无论是圣餐、医治、赦罪啊、祝福，是不是啊？权柄啊，这些等等，它你会发现，你研究它的时态，你会发现它都是过去完成式。都是过去完成式。好了，好，我再带弟兄姐妹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啊。啊，我们这个课程啊，会大量的引用圣经啊。这个教材就是圣经啊，我们大量的引用圣经。好，我们看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三节。啊，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啊，
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阿门。好，这里我必须要让你看见，这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就要怎样，就要感谢他的，要感谢他，要赞美他， 要怎样，要称颂他，是不是？为什么呢？下面说下面说什么，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层次别它是一个过去完成式，看到没有，次它时态，这个字根，首先它的字义是什么意思，首先它的字义是祝福神祝福我们，神施恩惠给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他的恩惠，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祝福。接下来它的时态是什么，它的时态是简单过去，也就是说它是过去完成式，也就是说神已经赐福给你。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的祷告是错的，他说主啊，求你赐福我，求你赐福张姐妹，求你赐福李姐妹，求你赐福赵姐妹，求你赐福陈姐妹，求你赐福李姐妹，通通都是错误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赐给你了，你还求什么你还求什么，就是你还求什么，难道神还没给你吗？这就是没有正义解经，连祷告都是错的，是不是？连祷告都是错的，那讲道也是讲错的，主啊，在那里主啊，求你赐福这个，求你赐福那个，是不是？可是在这里你必须要看到他已经赐福，所以关于福气方面上，神已经是赐福给我们，是过去完成式。所以今天你不要再求祝福，你明白吗？你要做的是相信神已经赐福给你，在神面前你要做的是感谢他，相信他，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你说那我还没有蒙福啊？不，弟兄姐妹，你已经蒙福了，神已经赐福给你了，你就已经蒙福了，明不明白？那你说我没有活出蒙福啊？这不是神的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的思想没有更新，你还不明白神已经赐福给你，你还不相信神已经赐福给你，你还不承认神已经赐福给你，你如何蒙福呀？是不是？你在这整天求啊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祷告，按照这求的方式在这祷告，怎么可能给得着？怎么可能活出来？你想活出蒙福，你得先要明白神已经赐福给我阿门。你要想活出蒙福的生活，蒙福的生命，你得先知道神赐给你哪些福气吧，你得把福气先研究研究，然后再研究研究神是不是已经赐给你了，阿门。看见没有？我讲得清楚吗？相当的清楚。在旧约下都是求赐福，但新约下神已经赐福给你了，新约下你要相信神，相信你是蒙福的，阿门。然后你研究这些福气啊，关于属灵的福气有哪些福气，属物质的福气哪些福气，你研究它，就是公义啊，圣洁啊，儿子啊，儿子的名分啊，圣灵啊，权柄啊，能力啊，是不是医治啊，健康啊，喜乐平安啊，兴盛啊，这些各个方面上属灵物属物质的福气，神其实都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发现的心和发现的眼光，就如同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可是很多人还是视若无睹啊，是不是？太阳那么美好，月亮那么漂亮，山川河流那么壮观这些日月星宿那么浩大，那么精密的运行，
花草树木那么的散发着芬芳香气，鸟儿们在那里喳喳喳的唱歌，是不是？那么悦耳动心。弟兄姐妹，这么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生机向荣，是不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地球，神美好的创造，干啥的？不就是给你享受、给你欣赏的吗？可是你看到很多人，他哪里懂得欣赏？视如无睹，好像不存在，是不是？如果你懂得欣赏，你的心情好得不得了。你会发现，神创造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你预备的。无论是宏观的宇宙，还是怎样，还是微观的小蚂蚁，还是微观的小小的花朵，花朵中的花瓣，你都会发现上帝天父爸爸他的心是多么的精密，多么的细致，他表达爱的方式是多么的浪漫，哈利路亚，是多么的美好，阿门吧。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欣赏、相信、感恩和享受，你就会活在其中，乐在其中。创造大功是如此，救赎大功也是如此。耶稣已经救赎了，赦罪他已经赦了，医治他已经医了，祝福他已经够了，福气已经赐给你了，相信不相信吗？好吧，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涉及到怎样？涉及到当你学习听你解经以后，哎，你的祷告都不一样了，你说话也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学习正义解经以后，你读经不一样了，灵修神的灵修也不一样了，这个听道也不一样了，然后你祷告也不一样了，说话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创造大功已经做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做成了，你现在要做的是关于这些，要做的是相信、欣赏、感谢、阿们、承认，接下来研究它，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活出来，明白吗？你不能在那里求一个你已经得到的，哎，那么你为什么都活不来？哎，你是要去研究神他已经赐给你的，然后去相信，去活出来，按照他去思想、去说话、去活、去行动，哎，你会发现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好，这就是当我们研究圣经原文的时候的。啊，查到圣经原文，查到它的时态啊，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很多的真理亮光就出来了。好嘞，这个是时态的层面啊，还有是怎样？还有是语态，对不对？啊，语态就是它的，比如说它是主动的啦，被动的啦，它的语气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啦？是一个问的语气啊，对不对？是一个陈述的呀，啊，是不是？哎，是一个啊。所以他的语态语气是怎样的啊？这个是怎样？比如说你看这里的经文，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看到没有？这个语气就是一个怎样啊？下面后面一个感叹号，是不是？他是很有情感的啊，很有情感的啊。他赞美神，他感谢神，他很开心很喜乐的，他的语气是怎样？语气是很积极活泼的，感谢的，它不是那种宗教式机械式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一点表情也没有，不是的。弟兄姐妹，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阿们。他在基督里，是不是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我们都应该很开心的，语气方面是很开心的，很喜乐的，阿们，是不是啊？所以语态就是涉及到一个人说话，说到高兴的时候他会喜乐，是不是？说到这些忧伤的时候，他的表情也会流露出忧伤啊。所以他的语态呢，很多时候会表达出这个话语它的内涵啊，话语的内涵。好，这是关系到时态
和语态啊。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啊词性啊，什么是词性？词性就是这个词的性质，它是什么词？它是名词啊，还是动词啊，还是形容词啊？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的是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耶和华是对不是特别对该隐说话了，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可以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哎，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从字面这个翻译版本和合本本看到的是罪就伏在门前，是不是？他可以恋慕你，却要制服他，好像是有这个罪啊，这个罪这个东西在那里引诱该隐。其实弟兄姐妹，原文不是这样啊，这个很重要啊。原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原文其实是赎罪祭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啊，这个罪它的原文它不是罪，原文它其实是赎罪祭，是一只羊，也就是说神把羊给该隐，羊带到他门口，赎罪祭带到他门口，明白吗？如果要是是罪的话，他就怎样？他就颠覆了整本圣经唯一的救赎了，耶稣在拯救了。其实神是想要给该隐机会的，要救他的，你明不明白？神是把一个赎罪祭，把这羊带到该隐面前了，让该隐怎样？让该隐把他给杀了，让他作为让这只羊成为怎么样？成为赎罪祭。人凭自己不能搞定罪，该隐想要用自己的图腾献给神，这个方法不能解决罪，不能搞定罪，明白吗？是不是？所以与神前面用这个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穿，那个阴虚那个预表也不相符的。该隐用图腾献祭给耶和华，与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上来，这个阴虚这个预表是不相符的。所以神怎样？神带了一只羊，带了个赎罪祭，带到该隐面前。其实神是在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参考原文，很多的真理都恢复了，很多的真理都恢复了。阿门。所以上下文原文它是怎样？他就让你很清楚知道，从前到后是一致的，唯一能解决人的罪的是耶稣基督，赎罪祭是预表耶稣，耶稣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阿们啊。所以这就是怎样，这就是你要认识到他是一个怎样啊，他这个词性啊，他是个名词啊。所以赎罪祭啊，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有些方面上当然它就是动词了，对不对？再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哦不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18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哎，看一下啊，这个捆绑，弟兄姐妹，捆绑和释放，首先你要看一下捆绑是什么意思啊？
捆绑的意思就是绑起来，是不是？它是一个动词，你发现没有？也就是说它是要行动的。怎么行动啊？不是说拿一根绳子把它绑起来啊。这个捆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行动，你要说话，你要做出决定，做出选择，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它是个动词啊，所以它这个词性你会发现它是个动词，阿门。也就是说你要行动，释放也是这样，释放也是个动词，释放就是松开的意思啊，松开解开的意思，对不对？啊，它也是个动词。那捆绑和释放涉及到的都是动词，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涉及到是谁的责任了。今天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涉及到是我们的责任了。阿们，权柄给了你，你要捆绑啊，你要释放啊。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谁先动？捆绑是个动词，是不是？谁先动？你先动呢？你动了，天上就动了；你不动，天上就不动。你明不明白？你捆绑在天上就捆绑。下面说，凡你们在地上释放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你动，天上就动；你做，天上就做；你不动，天上也不动；你不做，天上也不动。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今天你看很多人的祷告都是神啊，求你帮我，求你怎么样啊，一切交付给神，都是神的美意啊，看神怎么带你等等，是不是？可是弟兄姐妹，神已经把权柄给你了，明不明白？很多人一遇到事儿了就祷告神，其实神他权柄给你了，遇到事儿了不是神的事儿，是你的事儿，你要做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该捆绑，该释放了。你要宣告神的话，耶稣已经给我权柄了。凡我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凡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是不是？现在奉耶稣的名捆绑，就捆绑，捆绑魔鬼，捆绑疾病，捆绑这些环境，捆绑这些搅扰，捆绑这些这些仇敌，是不是？你要捆绑，当你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了。哎，你自己不捆绑，你今天叫这个祷告，叫那个祷告，然后干什么？哎，交给神。你看到没有？到底是神听你的还是你听神的？啊？神听你的也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你听他的，你明白吗？你得根据他的话语，你得相信他的话语，他才听你的。你不相信他的话，你不按照他的话语来祷告，哎，你不按照他的话语来说话来行事，他怎么发你？怎么听你的？他不能跟他自己说的话这个自相矛盾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会很发现，如果你明白这些真理的，你会很清楚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遇到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就轻松能解决的，自己就能解决。阿们，你自己不解决，那你啥事儿？你自己不解决，你再祷告也没用了。你让神来帮你啊，神又不是你的仆人，你忽然就喊上去了，叫他干这他也干这，叫他干那干哪啊，不是那么回事啊。神已经把权力给你了，阿们，就像神把权力给亚当夏娃一样的。所以亚当对这些万物，是不是无论是天上的鸟还是鱼，地上的牲畜，这些他都有权力。他给他取名字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叫他来他就来，叫他去就去，是不是？权柄给亚当了，所以他就有这个权利对他们说话，对他们事情统治。你也一样，神已经把权柄给你了，阿们。对魔鬼对疾病你有权利，你要做的就是捆绑释放。对财经你有权利，你要做的是怎样找工作，是不是？创造职业，把它创造机会发展，看到吗？对孩子你有权利，你对他有监护权，教导他，用真理教导他，是不是？
权柄，什么权柄交给你了，你不用，那你最后出了问题，你还找神？你找这个找那个，不行的，弟兄姐妹，有权柄就有责任，你要运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行动层面上，你会发现它涉及的是个动词，是我们的责任。好，接下来我带你看一个名词啊，罗马书，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看一下啊，第四章好不好？哎，罗马书第四章。看一下这个叫第几节啊？第七节啊，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有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这里现在我要让你看的一个词是什么词啊？是这个罪啊，罪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让你看一下这个罪这个词呢？我就是让你看一下罪这个词，然后让你知道一件事啊，罪呢它是个名词啊，罪是个名词。为什么说罪是个名词？你看这圣经原文，这里你看了啊，这第四章，你看七节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罪你看它是个名词啊，阴性名词，是个名词。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名词啊，就是人，涉及到人它就是有名字的，对不对？它就是名词啊，这个物体给它取个名字，它是有名字的，也是名词。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把罪也怎样也称作是一个名词，有意思吧？那么罪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罪的意思是偏离神的标准、政治标准，有罪的状态，毁灭性的邪恶力量，是不是？所以罪它是个名词，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人一样的存在，你知道了吗？哎，弟兄姐妹，它相当于是一个人一样的存在，所以今天每个神的儿女，你都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什么事？原来罪和疾病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是有名字的嘞。哎，现在我再带你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的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好，找到了吗？二十三节可以啊，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来，我们来读一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好，那在这里呢，我要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听着啊，在这里我要让你看到两个词，一个是病症，还有一个是疾病啊，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还有那里害医把就是怎样，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些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啊。看一下病症，你会发现病症这个病字它也是个名词啊，是个名词啊，身体的疾病，是不是啊？身体上有疾病啊。然后这里说害各样疾病，这里各样疾病你看到没有，它也是个名词，是个什么名词啊？
中性名词，为什么说阴性呢？是不好的东西，知道是吧？啊，所以刚才罪孽是什么？罪孽是个名词，看到没？啊，在这你看到什么？疾病也是个什么？疾病也是个名词，是不是？啊，好。现在你就发现，这也是个名词，疾病也是个名词，而且都是阴性名词啊。好，我再带你看一个地方的经文，你看特别有意思啊。现在带你看什么经文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准备好了没有啊？你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好，现在我再带你看一个地方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啊，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二节，二节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咦，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我要让你看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要让你看到的是撒旦啊，像龙啊蛇啊，对不对？龙蛇都是阴性名词啊，看到没有？龙蛇，龙啊蛇啊都是名词，撒旦也是名词，你看到没有？撒旦也是名词啊，是敌对者的意思。好，现在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我们归纳一下，你会发现罪是名词，疾病也是名词，撒旦也是名词，是不是？好，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名词，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研究圣经的词性的时候，你要认识到它是一个啊，名词的话就代表它是一个存在，对不对？它是个有位格的存在，就像一个人有名字，比如说这个张弟兄啊，叫张大宝弟兄，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张大宝。哎，他叫张大宝，那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个人，他是有名字的，名字就是个名词，明白吗？所以当你那他就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啊，有位格的存在，就是它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一个存在，位格的存在啊，所以它是有名字的名词。那刚才我在现在给你看的这些经文，罪啊、疾病啊、撒旦啊，都有名词，都是个名词。这就说明一件事：罪、疾病跟撒旦一样，都是有位格的、真实的、属灵的存在。哎，现在为什么我要这么把这个给你特别的讲出来，给你归纳一下，就是要让你清楚的知道，罪和疾病就像撒旦一样，他们是一伙的，都是坏东西，是有名字的，是个真实存在的，知道不知道？啊，当你知道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你就可以怎样？是一个有名字的，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你就可以捆绑它或者释放它呀。不然的话，你都得对空气说话呀，你都得对空气说话，空气是没位格的，是不是啊？石头也没位格，没思想，对不对？但是这个罪呀、啊、疾病呀、啊、撒旦呢，你会发现它都是有位格的，它是名词，所以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对它说话，你就可以用动词，就是你可以捆绑，刚才是不是动词？释放是不是动词？你就可以用权柄、用捆绑、用释放来用这个动词来捆绑它。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在你手上，你就可以对它说话，你就可以对自己说话。是不是忧虑就是罪，担心就是罪，是不是怀疑就是罪，不信就是罪，这些都是名词，都是从魔鬼来的，罪下面来的，从魔鬼来的，你又可以奉耶稣的名对他说话，为你看，就
就像对疾病说话一样，疾病是个名词，比如说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癌症都是治疗的有名字的，你都可以对它说话。现在你明白了吗？只要是有名字的，你都可以对它说话，你都可以捆绑它、抵挡它、践踏它。你明白了没？真的是太重了。哎，以前人都知道吧？你不知道，他就希望你不知道。你越不知道，他就越搞你、蒙蔽你，是不是？你糊里糊涂的被他搅扰、被他攻击呀、啊，心里不舒服啊，身体难受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抵挡，被动的挨打。哎，今天晚上你一查老师你，你发现给你家伙隐藏的挺深的呀、啊。其实他是一个真实的、有名字的、是个真实的存在，你可以对他说话。你可以命令他离开，是不是？你可以捆绑他，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有名字的名词，那么意味着你就对他有权柄，好没？好不好？这就是他的词性啊。那主要的是名词和动词啊，我解释一下啊。其他的词性，比如说形容词啊，这些其他的词性，我们就不怎么讲了啊，好不好？接下来呢，要讲一个单复数啊，这个复数和单数啊。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哎，弟兄姐妹，这个神创造天地，你查考一下这个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名词。这个当然不用说了啊，神是名词，阿们啊，神是名词啊，这很重要。那接下来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它的复数。哎，神是个复数，复数是什么意思？复数就是它是有好几个数字在一起的，所以你光看创世纪第一章一节，你根本不明白复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随着神的启示，对不对？随着神的启示越来越明显，那么你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哎呀，今天晚上太啊，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以13节到17节，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三章13节到17节，这么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已当这样尽猪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爱好，创世纪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呢是个复数，不是个单数啊，是个复数。那么在我们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7节，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对不对？有耶稣，有什么？有神的灵，还有什么？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有天父，看到没有？这几节经文就清楚显明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哎。所以对照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神是个复数，你要清楚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它是三个位格一个本体，叫三位一体，明白吗？啊，而且你看到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对不对？啊，19节到20节，他就说的更清楚了，这就说，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啊，要去十万名作为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母所吩咐你们的，都照着他们坚守，我就传给你奉献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父是什么？父是神啊。子是什么？子也是神啊。圣灵是什么？圣灵也是神啊。阿们。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个复数，在这里已经清楚让我们看到父子灵这个复数三个位格一个本体的神。阿们。是不是？好，接下来要让你看啥呢？对不起没？接下来是要让你看的是，这个单复数啊，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了，是不是？神创造天地啊，我们看到神是个复数啊，神是复数。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句法，好吧？哎，语法我们已经看了，有啊词义啊，这个时态语态啊，词性啊，单复数啊，这四个方面啊。单数的话那就简单了啊，那就是一个数字啊，复数的话那就是多个数字啊。所以你看这个，哎，带你看一看这个单数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啊，律法是本是进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的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都有耶稣基督来的。好，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律法，你看律法这一边它是个名词，是不是？刚才没有说到是复数的时候，它就是个单数，听着啊，律法是个单数，单数啊。然后接下来它，你看它的。他是摩西传的，对不对？摩西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摩西也是个名词，明白吗？啊，讲到名的时候，摩西的时候，他也是个名词啊。然后这里又讲到恩典，哎，你会发现恩典也是个名词，也就是说它也是个单数。那么真理，你看真理也是个名词，也是个单数。讲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个名词，是个单数。阿们。啊，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什么形容词了？啊，基督就不是名词了，了解没？耶稣是名词，基督是形容词。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形容词就是关系到他的职位、职分的方面上了。啊，他是君王，是受高者，是尼赛亚，这是形容词，形容他的职分。啊，就像今天这个，比如说让这个村长或者是省长，是不是？这个总统其实这个词汇啊，这是基督就相当于这样的词汇啊，总统受高者君王的意思。阿们。所以讲到基督的时候它是形容词，那么我在这里要让你看到的是什么？哎，律法是个名词，而且是个单数，它是摩西来的。那恩典和真理呢，它也是名词，而且都是单数，但是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么恩典和真理呢，就说明一件事，它是怎样？它是一个单数啊，啊，它是个单数啊，所以它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你会发现它放在一起的，恩典和真理是不是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耶稣基督那里来，它放在一起的，它没分开的。啊，就像这个鸡蛋和炒饭一样，蛋炒饭，蛋炒饭，有鸡蛋和饭炒在一起的，是不是？放在一起的，恩典和真理它放在一起的，都是由谁来的？由耶稣基督来的。阿们。蛋和饭放在一起的，蛋炒饭，蛋炒饭，蛋和饭放在一起的，从哪里来的？从你爸爸妈妈，从你妈妈给你那里
你来的，他给你烧的，是不是？好不好？哎，所以你会发现，从耶稣基督来的是恩典和真，那么与从摩西来的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一点我们啊，这个语法这一块我们就过了啊。怎么样？这一学，这样的一学习，你是不是对这个圣经的字啊、词啊，是不是有感兴趣了？接下来你读经的时候，你那些重点的字啊，你要查考了啊，你要查考它的字义，查考它的这个时态，对不对？查考它的语，它的这个词性，阿门。啊，查考它的单复数，是不是？哇，这一下子帮助你就会明白它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是语法这一块啊。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第二个方面啊，词面解经的第二个方面，句法。跟我说句法。句法呢，它就是这一个句子的研究啊。语法就是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字的研究，啊，句法是对句子的研究啊。好，先喝口水啊！啊，弟兄姐妹也喝口水啊！哎，妹妹不着急啊，这都是干货了。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句法啊，句子，句法，其实就是这一句啊，我们要读它很重要啊。这一句话它会有标点符号啊，所以有标点符号，比如说逗号啊、顿号啊、叹号啊等等，是不是？哎，这一句这个读圣经，这个句读每一句读下来非常重要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停顿呐、啊，正确的停顿呐、啊，很多的时候就是它是有这些啊标点符号的。你如果要是不懂的，有的时候会怎样？会误读，会误解它的原意哦。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标点符号啊，它会有逗号啊，有顿号啊等等，对不对？当有这些啊这些标点符号作为停顿的时候，甚至是。啊，划分章节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这一句话的，是这个文章的它的原来的意思。啊，原来的意思啊。但是圣经它原文它是没有分章节的，啊，或者是标点符号的，因为圣经原文它是数字编码呀。数字编码，它是这个数字编码，所以它是很精准的啦，啊，它一个编码一个错就错不了的。所以把圣经分成章呢，是在这个主后，啊，1250年左右的事情，把它分成章的啊，之后呢又把它分成节，但这个分章节的分割啊，并不是准确无误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章节的分割，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你看最后一节是什么？当神创造好以后，最后你看31说神看了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是不是？从这里就分了，第一章就结束了。接下来第二章是不是？这第二章你看1到3节，其实它应该和第一章连在一块了，明白吗？你看第二章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然后呢，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是不是？哎，他这个划分的第二章，其实这个1到3节应该是放在第一章下面，哎，这样的话就怎样很清楚的，但他划分第二章又从开始，那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你感觉？对吧？哎，第二章如果他直接从第4节开始，他把1到3节放在第一章后面，然后把第二章，那他就是一个完美的第一章，对不对？就相当于神从第一天创造一直到怎样，最后设立圣日，一个完美的总结 ，OK 啊。然后从第二章的时候，他直接从创造天地开始，是不是？那就很好了。哎，第一章呢，你看它是一个
这个六天时间，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伟大的宣告，神创造大功，是不是？接下来讲到创造天地之前地是怎样，然后接下来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是不是宏观的创造？然后又怎样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放在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后面，是不是可以用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这三节，又是一个总结。阿门。神用六天时间，是不是创造好的天地？然后第七日神安息，设为安息日。哇，完美啊，太完美了！如果今天我来分章的话，我就这样分的，就是很宏观的创造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直接就进到创造天地，从这里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从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来是这样，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微观的创造啊，也就是说，这个前面是大镜头，是不是大镜头？这个大镜头、大画面都是描述神这些大的创造大功，宏观啊，宏观层面。那么第二章就是微观，微观层面就是特写了。特写什么？特写神创造伊甸园，特写神为人预备伊甸园。特写是怎么创造人的？阿门啊！神怎么给人预备住的地方的？你想想看，多么美好，是不是？这就是分章节啊。好，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原文它是没有分章节的啊，是后面人分的啊，所以这个章节有的时候它还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今天因为这个原因呢，导致很多的时候呢，对圣经原文就有误解。在这你看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在哥罗西书的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你看到是不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最后是不是讲到基督徒在家庭中的责任，包括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女，主人和仆人，对不对？讲到二十五节的时候，那里是不是就是讲到关于仆人的事了？二十五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怜人。从这里他就结束了，接下来进到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你看莫名其妙搞一句，你们做仆人呢要公公平平的待仆，做仆人呢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看到没有？其实他这个分章就有问题，他应该把第四章第一节放到第三章二十五节后面，可以说是二十六节，这样的话是主人和仆人他就放在一块了，结果他落下一节，是不是落在第四章，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所以你看很多人读圣经，比如说我发现有些有些弟兄姐妹读圣经每天读一章的人啊，他在今天读这一章，明天又读下一章，有些唱诗班也这样的，他每个礼拜六读一张圣经，今天这个礼拜六读这一张，下个礼拜六读那一张，那一下子是不是分开了？当他一下子分开了，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感觉就莫名其妙的。所以这就是章分的有误的地方，这不是神的事，是人的事啊。如果我分的话，我就会怎样？我会把这个第四章第一节放到第三章二十五节后面。他就完美的基督徒家庭责任，从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主仆之间，就很完美的总结了嘛。然后你第四章开始就直接开始劝导嘛，对不对？劝勉和教导嘛，让大家祷告啊，怎么怎么的，那多美好的。OK， 所以当这样说的话，弟兄姐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圣经分章节是人为的。很多的时候，一些章节会影响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应该像这个大卫鲍森一样，学会整卷的圣经，把它通关来读。如果灵修的话，必须兼顾上下文，以及前面的章、后面的章，以及整卷的圣经，要让这样的背景在它当中融会贯通和体现，不然的话就容易造成断章取义，是不是？
是关于这个聚法和分章节这些层面啊。所以包括后面我们无论是灵修啊，包括你听到啊，甚至你读经啊，你的前后的章啊，上下文啊，你都要注意一点，是不是？你就有这个意识了，你就知道有些地方它分的不对，你应该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就更加完善啊。好，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分章节一个句子一个分章节正确的地方的停顿很重要这些正确的地方停顿和正确的地方分章节分段还是很重要，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怎样，在这个词面解经的这个原则里面，你就不会容易有失偏颇有失偏颇。好，那么今天晚上呢，那么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感谢神的恩典，接下来后面的课程我们是要学习圣经的这个题材的就是文学的题材这也是很重要的以及包括圣经的阅读技巧还有修辞手法，圣经的修辞。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这个主要是这个它的这个词义和词法和句法语法和句法对这些，因为每一卷书它都是从字到词，从词到句从句到这个章从章到卷，对不对从卷的成书就这样汇聚起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重点的字词，重点的句子，其实它会在这整本书当中，书卷当中，它会有重要的中心思想的这样重要的体现所以你读圣经要抓住它的重点，非常重要，它到底在讲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不是每一卷书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些是透过要了解它的这个语法和句法，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专注在这个它的中心思想当中，不会偏不会偏的。而很多就是因为没有学习它的语法和句法特别是没有了解它的这个词法，对不对？它的字义，它的词法什么意思没有了解它的时态和语态，就会造成很多错误解经。基本上听着基本上在每个领域当中基督的教义的真理上，每个领域当中，比如说赦罪医治祝福权柄能力恩高是不是恩赐方言等等，各个领域当中的真理层面上都有错误的教导，甚至包括圣餐管教圣洁等等。那这些都有错误的教导，它重点原因是什么呢？重点原因就是错误解经。那这为什么错误解经呢？就是因为没有首先把握到这个基础的重要的这个词面解经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在句法上和语法上，在词法上和时态语态上，明白吗？在这些方面上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学习和装备，所以你看到很多传道人他根本就没有研究这些，很多传道人传的道都是以前人怎么讲的他也怎么讲，别人怎么讲的他也怎么讲，自己根本没有研究，也没有这样训练，也没有这样培训，也没有这样学习，他也没有这样的去研究，是不是？所以别人讲错了还跟着讲错了，都是很多就是这样造成的。那么这个讲错了错误的教导给人带来的就是瑕疵和捆绑你明白了吗？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的这个词面解经的原则帮助你灵修听道读经各个方面上你都不一样了你动不动就那个原文这么说是不是原文的词义什么意思，原文的时态什么意思，你跟他讲他又傻白眼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不是有的人听都没听过还有原
慧启示啊赐给我们啊，把这个聪明啊知识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正义解经的课程当中，我们真的被大大的开启啊，大大的开启啊，都能在这些啊被训练被装备之后，我们有更好的亮光来啊在你的话语上来渴慕来成长。谢谢你阿爸父神啊，荣耀归给你，感谢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啊宝贵的孩子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灵，阿门。